今天非常欢迎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带领南投县所有的村里长到桃园大溪这边来走一走。南投是桃园想要去努力观光一个努力发展的目标。桃园这边正在努力发展观光，刚刚讲了会以南投从日月潭开始，还有好多许多名胜，还有很好的茶哦，鹿谷的洞顶乌龙等等的，这都是我们桃园很想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我想说，将来南投跟桃园会有很多的合作契机，我们会努力的变成像是姐妹县市好了，好不好？好，谢谢。今天我们带领南投县所有的村里长来到桃园市做个互相的交流观摩。那其实张市长非常的客气，他也提到南投县有很多的观光发展的重点，那每一个县市有它的各自不同的优势，我们也希望呢以桃园来做我们学习的借鉴。那桃园呢，在我们张市长的主政之下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不管在我们的社会福利的面向，还有包括呢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呢，都受到很大的重视。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彼此来互相的交流。那尤其呢我们在村里长的业务有很多为民服务的工作，那其实实际上因为这个县市的条件也会有一些的差异，我觉得如果能够大家彼此让村里长互相学习的话，将来在为民服务的工作上面可以做得更加的落实。特别是六都它有很多的条例跟条件的设定比我们县市更加的宽松，我们也希望今天来学习之后将来可以跟中央来反映。那最主要的感谢我们张市长在百忙当中还带领这么多的团队，那也感受到我们整个桃园市政府的活力。那未来呢，我们希望可以诚如张市长刚刚所讲到的，县市共同合作，那把我们的彼此的优势大家互相来学习，那可以指导我们的，我们也希望可以彼此的再做更好的一个精进。谢谢市长今天特别莅临，很荣幸。好的，谢谢。欢迎，好棒。市长好，县长好，欢迎现场的各位长官以及嘉宾，非常欢迎大家今天的莅临。对，从东埔到花莲，从雾社到花莲，
太多太多地方哈、哦，南投是一个好山好水，又出好茶入骨啊。这个茶也是以前我还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我们出去玩，一定都是到南投，80%都是到南投。南投陪我从小到大，让我对南投哈、啊、好山好水好风景好人印象深得不得了。今天反过来，南投的乡亲朋友有机会到桃园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希望说哈、啊，南投是一个观光大县，我们桃园现在正在努力的扩展观光。人家说桃园是观光的沙漠，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看能不能摆脱这个观光沙漠的恶名啊。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村里长，等一下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多给我们一些意见，看怎么样可以把桃园观光做到跟南投一样，就是台湾的一等一，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再次欢迎大家到桃园来，谢谢，谢谢。在场都是选举的，就是不一样哈。你看呢，这个我们来走走咧，咱的这个气氛咧。那我想今天呢、啊，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张市长在百忙当中，但是也知道我们非常难得，今天要请到所有我们第22届的村里长，大家一起来联谊。所以我跟他讲说，他说务必一定会这个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来向我们最辛苦的村里长来表达谢意。那在这里呢，我除了要谢谢这个市长也准备了我们大溪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豆腐乳啊。那我们在这里先掌声谢谢我们的市长，好不好？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今天也是请他来做东，我们的苏嘉明苏主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也跟市长介绍一下我跟我们苏主席的渊源啊。在桃园市还没有升格六都以前，那苏市长呢就是当时的桃园市的市长。那我们当时跟马英九总统有出访，有10位的乡镇市长，我们南投市跟桃园市就是其中2位，所以当时就缔结非常好的感情。那前两天之前他也到南投来看我，那非常高兴，就我都以同学相称了哈。啊，所以这个今天来，我同学就欢喜讲，啊，来我来请大家来欢喜啦，啊，同时都上你了哈，好，谢谢。那我在这里呢，我正式的来向我们的张市长哈，还有所有的这个贵宾也提出这个邀请，一人呢，那大概会给你就要有来有往。今天我们到桃园，到桃园来，我们也希望这个市长还有我们的局长，将来可以带领所有我们桃园的这些的市长，这个村长啊，里长啊，里长能够到南投来，我们一起互相来交流，互相学习。那市长也非常的客气，刚才讲说我们是这个观光首都啊，也希望我们在观光上面大家互相交流，大家能够一起共好是最好的。但是按老几句本我们家的，我今晚就靠观光呀，桃园该做的好那还得了啊！好，在这里呢，今天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有几位刚才都有介绍过哈，我们的林处长、民政处的同仁啊，还有我们这个在新义乡爱国村的朱祥豪朱村长，也是我们联谊会的会长。那副会长呢，就是我们的吴国宝吴村长，也等于马上有一天，今天有准备要送给市长。那13乡镇，我就简单的以乡镇来做介绍。那待会介绍到的乡镇，请我们各位村里长大家起立。那我们也就是大家用掌声来欢迎，好不好？好，那我先从这边开始好了。这名叫史丹伯利耶，担任里长，好，来谢谢我们的吴主任，好，谢谢。那在后面有我们国姓乡的村长。好，谢谢国庆，谢谢。好，那还有我们鱼池的村长，谢谢，谢谢鱼池哈。在后面呢是我们中寮的村长，谢谢。好，感谢。那在后面呢是我们南投市的里长，谢谢啊，好，刚才人家。哦，阿志平家来戴小姐，这边是我们仁爱的村长。我说这个酒不够了，桌上只有2瓶酒啊！待会我们再加，好，再加，再加哈！好，无限畅饮。好，那在后面的是我们草屯的里长，好，里长，谢谢。好，那在后面呢是我们竹山的里长，谢谢里长。好，还有我们民间乡的里长。
这个村长，谢谢。好，那最后面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的信义乡的信义乡长哦，吼吼吼！这个待会要展现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活泼可爱的一面哈、哦，我们待会这个要大家要进去要喊一下吼吼吼！好，那就再次的我们就掌声的来感谢今天桃园市我们的张市长带领所有的局处长，还有所有的这个长官莅临跟我们互动，还有我的好朋友我们的苏主席，今天设宴来邀请我们南投的村里长，我们再次的掌声来感谢，谢谢。啊，善哥好，我们张市长啊，神秘女超神，秘女超人，啪啪的！哇，神秘女超神来，我们都倍感欢喜，也代表桃园啊，信任合作社欢迎跟张市长一样，莅临的所有村长、里长，很多的贵宾好朋友到大溪来。我想跟我们哦，我们县长哦结很深的缘，我们到东南美洲参访。我上个礼拜也到南投去，我听说要来哦，张市长要请客，我说我先来请了。给张市长慢慢的，好、哦，张市长也送了很多纪念品，我今天我们做客，好、哦、也送了纪念品哦。我哦啊不成建议，可是我跟张市长满满的祝福，感恩感谢。做个人的服务，感动的南投县政府。茶叶以及丰衣足食的陶制品要送给我们桃园市。谢谢县长。好，